拢有迄、那个，有这个私欲，年纪哈，有年纪，咱袂当去做大的行路长。对，迄期袂歹，不过结果对啊。因为过年快到了，啊，写这个春联，啊，家户都要贴，啊，算应景的活动啦，我觉得办这个意义很好，哎，阿哥好家大师展现你的才华，让民众欣赏到他们的才艺啊，门面欢心啊，明年招来好运啊，再来哦。